这里就是号称的泰国烧烤了哈，现在旁边只有坐了一个瓜兮兮的毛大，他现在正在打手机游戏，你可以看打的有啥子好楼的手机游戏。哎呀，咋看不清楚，哎呀，可惜了可惜了。不过呢，总的来说呢，这人就比较猥琐，所以说呢，他打的游戏肯定比较猥琐。我日，拍的人更猥琐。好，然后我看哈，现在呢就在等光头和老李出现。不过这两个人呢，哎，够悬的哟。喝口茶，这个茶是甜的，还比较爽。啊，关了。